抢东西啊。那边包括你们要前面二楼和三楼没有姐妹，就因为你那个态度不中，车都给你占走了，你俩吃下得了。9月12号，我正在杭州参加安全会议，收到影子消息，他们要去石家庄打击摄像头。我想到上一次7月份，他们因为在石家庄打击摄像头被围堵在房间里面，被迫签署了不曝光协议。出于担心他们安全，想着出一份力，于是我便订了前往石家庄的机票。我们13号在石家庄碰头休息了一晚，便于14日开始了行动。首先第一家是通过粉丝投稿的偷拍画面，我们根据他枕头上的名字找到了的偷拍设备。他连的是那个空调的电。在报警拆除后，我们便到了派出所做笔录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。路上我还在跟影子说，我说打跟你们上次的遭遇不一样啊，我觉得人挺好的呀，老板也蛮负责的。影子笑了笑没说话。9月15日下午3点，我们根据另外两条线索来到了华强楼下。根据投稿线索，我们目前只知道该酒店名称，但是有摄像头的房间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层哪一号。再加上正值中秋佳节，房间全部被订满了。中秋节的前夕，所有的房间全部爆满，订不到这个房间。于是我们便想了一个办法，预定过几天的，借口说我要邮寄行李，打电话看一下老板能不能套出具体的楼层。你好，我在那个网上订了一个那个18号的那个房间，想提前先把这个行李快递过来。F 座，对，F 座11层。你搞的是啥啊？那是吧台啊。可惜老板只说了前台楼层，并没有透露房间楼层。无奈我翻某环，终于我在详细信息里面找到了该房型所在楼层，21楼。他发给你吗？这上面写那么清楚，21楼，前台在11楼。你看其他房间他标不标？你紧接着再打电话，你说我看那个上面那个楼层对不对，跟他核一下不就行？对不对？我现在上去扫一下就知道，我就到21楼去扫，扫到了，我知道是哪间房了，你直接上去敲门。那如果扫不到呢？扫不到你再下来再商量呗，先扫了再说吧。我们不在这儿搞理论了，直接上去干实战。哎，你稍等一下。紧接着我一个人就上去扫描了。目前呢已经确定这个摄像头应该是在2115和2116这两间房其中一间。我扫到了一台可疑设备后，确定了大概可能在两个房间之间的其中一间，我马上就下楼去车上跟影他们沟通。咋样刘波？哪一个？确定的是2115和2116两间房其中一间。重要的点就是他那个所有的房间上面有酒店的标识，有酒店的名称，还有老板的电话。对，刚才我们上团购上看到那两个号码，他贴在房上的，说的招租、日租、月租，只要是他的房间，他上面都贴了这两个号码。OK，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。我们心想，趁着是白天，万一里面如果住的是情侣，那我们还能避免他们的隐私被泄露。那我们在车上短暂商量了一下，便决定上去直接敲门。出发。在敲门的过程中，我们明确表示了他们所住的房间里可能存在偷拍摄像头。那你等一下，我俩放个音。好。那开机。把蓝牙连上。然后点。开始扫描。对，开始扫描。直接扫了。对。开门的是两个女孩，我们在短暂沟通后，他们允许了我们进入房间去检查。啊，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进吧，进吧。我们就是有一个记录仪，他跟着我进来，不拍到你们，你们可以不用讲话。屋里也很乱啊。那没关系，不会拍到你们啊。那人，所以又在哪？就是这个位置。我就觉得这儿有，是吧？你们检查过吗？没检查，但是我觉得太美又没事。那不行，这么溜吗？那有
啥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他吧？是。一进去我们就看到了，还是老位置老手法，跟其他地方安装手法如出一辙。咱防止这个酒店老板吃上一次的亏啊，咱说是摄像头，他就说不是。这次咱们把它扒开一个洞，你们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到一个镜头。来，相机给个特写，这样的反光，很明显。他们每次都装在这儿。主板信息都有，这附近都是一个团伙，把主板信息更新了，把芯片更新了，不是还能扫到吗？没用吧？你们的技术手段，你记住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不管你们怎么改装，怎么升级手法，我今年目标啥也不干了，把你们的摄像头全部拆光，打100个为止。你是立马拿出了电脑设备固定硬件数据，避免摄像头被远程抹掉。先把房间证据固定一下，你别动。那个密码多少你们知道吗？能提供一个吗？8个8，我把这个信息提取一下。以后尽量不要到华强这边来住了，这边很重灾区，超级多。我们上次过来是一栋楼，这一次过来就发现好几个。为了避免出现上次被围堵着让删除视频不删不让走的情况发生，为了自保，影子打开了直播，并且关闭了礼物打赏和带货功能。在不让我们走的情况下，非得让我签一个什么所谓的声明，就是不曝光声明，说这个摄像头怎么地，你们要去自查。在我答应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，我就签出了一个声明。然后签了之后，他说好，我们会自查。我说那行，那咱你们不诽谤我们，自查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不再曝光了啊，我们不曝光这个东西。结果呢，2个月过来之后，你们这个摄像头该在的都还在。紧接着，民警跟民宿老板就到了现场。去报警了？啊，是啊。是你报警吗？嗯。来，这儿有政府摄像头。人来，从那儿来，那来了吗？那个里边，就把它抠开看了一下，确定是摄像头了。主要门是锁上的。对，有设备吗？有。有资质吗？有。确定它是吧？确定它是。哦，这个还不能确定，我都不知道啥是摄像头了。我们在交谈过程当中，第一时间对我们进行了核实，询问我们是否有设备、有资质，能不能干这个扫描摄像头的工作。我们表明我们是安全技术公司之后，民宿老板又过来质疑我们。你还能比啊，兄弟，你行。又是我，行不行？又是我。至于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知道他的房间有摄像头，想知道我们的探测手段是怎么实现的。这两个小女孩中午住着的，你们什么时候来深圳？为什么这么巧啊？他们发摄像头，你们突然就来这儿了。这两个女孩跟你们什么关系？不认识。而就在扯皮的过程当中，民宿老板讲了一句让我们全部人惊呆的话。挺有面的。现在还有问题啊，现在这个摄像头就连着我一个手机。连上一手机，摄像头连上一手机，不是就是这个路由器。我们本想紧跟着追着继续问他，但是派将他带走了。我们跟去派说，我们不是受害人，不需要做笔录。我们不用去是吧？哥，你等一下。影子呢也向叔叔表示，这几栋楼还存在其他偷拍摄像头，希望能跟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将它拆掉。还是我提供给你们。别搞了，给我们说，我们群众。那你们啥时候搞了？今天都可以搞，你给我说就行了。那你们先忙晚上吧，我再锁定一下房间，锁定好了我直接跟你说，行吗？行。随后我们找了个地方随便吃了两口饭，因为我第二天早上8点飞机回成都过中秋，想着今天我们一起把剩下已经发现的摄像头找到了拆除再走，结果我差点就把我永远留在这里。这个线索也是同样的，我们知道酒店名字，但是不知道在哪一层，于是我们又上某团搜索了看了一眼，发现他的房间全部都在26层，我们就直接坐电梯到了26楼。上去之后我俩分开一人一边的扫描，然后咱俩就是这样，我去那边你在这边，一人一边。哎，啊，扫到了。突然影子就叫了一声说扫到了，我就赶紧过去。两台合规的，一个可疑的。虽然扫描到了信号，但是我们一时无法确定这是三间哪一间，我们就将小陈贴着门观察信号波动。来了不想扯皮，实锤了再说。 WiFi 被隐藏了的。我太了解他了、这个、知道吧， WiFi 被隐藏了。北星26，这是多少？房间号是多少？09。最终成功锁定到摄像头大概率是在2609，并且设备也提示该偷拍设备连接的 WiFi 是北星2609。因为我们下午和周警官约定了，如果找到摄像头，第一时间联系他，他来处理。你直接给那个民警打电话，反正刚才都沟通好了的，对不对？发现了这个。于是影子便打了电话给他，顺便又打了一个110报警电话。周警官您好，我们现在在一座已经订到了，你可以来一趟了。订到啥了？不知道我们出了北京09。过程中电话那头询问我们开没开直播，
影子表示没有开直播，没有开，对，没有开，因为我们下午答应好的，我们不开直播给他们地方添麻烦，所以晚上我们想着就不开了，拆掉摄像头我们马上就走，因为我们白天开直播是为了自保，晚上想着下午都没出啥事儿，我们就没开，结果哪知道。站长，他们是不是在房间里面弄出拆除摄像头了？下午那个完了之后，周警官跟我们说了，你们再去看，发现哪个有，你亲自给我打电话，我过来拆，然后我们才过来扫。那谁懂的呀？那谁知道呢？那谁允许你们来我们这儿来扫的？周警官让我们来扫。那个周警官做到你们来的吗？周警官你们来的？我不知道前面。啊？咋？我们扫这边还是扫出错了？你们怎么？你们没来之前，我们这里也没有摄像头。我们没来之前没有摄像头。对呀、啊，人家这个刚开的，怎么可能会来这儿扫？刚几天呀、啊？你们是来这儿找事来的？这个人家是咱办公室，我没说在这儿。对呀、啊，2608、2609，我没说在这儿，来，你们来。我们不欢迎你们。不要跟我们弄这个事啊！没我跟你说，你们要跟我们设了，就给你砸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以说话好啊？什么话好说？别吵架好不好？别吵架。干嘛呢？啊，怎么干嘛呢？干嘛嘞？干嘛了？这是，这不是我就给你砸了，我就这样给你砸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真牛！我们不是想跟你有冲突。我们作为民宿酒店老板，对房间有政府摄像头不作为，我们就要拍。拍？凭哪条法律不能拍？哪条法律不允许你来拍？他刚才都说了不是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给我们造成影响了。什么影响？那你们就尽到你们的义务，把房间的摄像头查干净。你们自己有没有装摄像头？没说你们装的，但是你们有义务去清查。别带着刀喊，你们先喊的，谁先喊的？我们喊谁呢？谁是虎大的？谁不会喊？你们先喊的，我们先喊的，你影响我们了。影响什么了？你不保护用户隐私，我们就要来。你管呀？我为啥不管？作为酒店老板，不保护用户隐私，你还有理了？好，我们不用你管，我就要管。你问一下派出所。你刚说了不是你的酒店，我酒店的，不是我酒店，我不用管了呀。不是你酒店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不管管我哥们儿啊！你什么哥们儿？哥们儿，你去帮他把摄像头拆掉，哥们儿。你们要干嘛呀？我们找到了真空摄像头，我们报了案，跟警察过来。报了案，等着。好，别喊！你为啥不先问呀？你先问说呀，谁先喊的？别喊了，小点声行吗？我们你他先说，我们就过。啊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他们别来跟我们说话。上次是不是就这样？对，上次比这个更夸张。让你傻，老李，你就过山了傻，不是敢来傻门。哪个？你说什么话啊？是你傻？我是傻？你傻？你大傻呀！别乱下啊！等我再见了。哪个去？不要干了去！不要走啊！你录我就完。不要走！他录我，我说他，我说你了吗？没录你，录你。没录我，没录我，你说什么话？你别管，你拉去！我给你录了，这个我给你录的。你说什么话？我让他进入我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慌了，拍视频这个是小事，别真的把命放在这。我看到了头上有安防摄像头，这个时候我就知道，只要我们不退可能就没事，只要一退对面看到我们露怯了，我们今天估计真完蛋。我们家都不要了，不走，我们就在这儿。直到来了很多的物业保安让我们走货梯下去，我们看着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局势就快控制不住了，我们就逐步往货梯那边退，结果我们还是中间。原来把我们往这边赶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监控。都过来，这是监控吗？这走走走。东方店，你这坐走。啊，我是站着也犯我犯法吗？不犯法，我还是犯法。你骂我应不应该这个咱再录？这录了我们了没有啊？这录了，我把这个撤了啊！把这个不要动，把这个撤了，动手了，把这个给我撤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手。你录我自己听，我不撤了。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
让他关了，让他关了，别让路吧，别让路吧。在抢夺我们设备后，把我们围堵在安全通道的楼梯间里，辱骂殴打将近五分钟，直到后面民警过来才将我们救下。我们一个团队小伙伴从26楼硬生生地跑到了1楼，随后我们便到了派去做笔录。我们是9点多到的派，笔录做到12点左右。做完笔录，我们正准备打算走，发现走不了了，出不去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在派门外一帮人，你们看一下啊，不让我们走，从来没见过这种，真的。从9点开始围堵到了第二天的凌晨4点，期间我们尝试走出去，由一个民警带着我们出去，发现根本走不掉，二三十号人凌晨三四点堵在门口不让走。现在我就让他们走。走不了，走不了，不能走不了，不能走不了，走不了，我现在走不了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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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来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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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我们实在没办法，被逼无奈，我和影子才在里面剪辑视频来发布。当那帮人看到之后，最终迫于压力，怕把事儿闹大了才散开来。我们出去之后趁机就直接开车跑，结果发现停在大门口的车子四个轮胎居然被扎了两个胎，全部都没气了。但是我们也依旧不敢停留，插着火花一路开了十几公里，我们才敢停下来换备胎，就怕追上来被堵住，我们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把我们车牌号改了，把车气放了，就都解决。门口三十个人围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出，还把我们停在正大门的车胎放了，放了两个胎。你把主驾驶门开开，看到有人来了，我们直接上车就冲，东西都不要了。他们只要跟上来，我们就直接撤。撤的话就是紧急避险，咱们该走走，不可能停下这个车。光搬这个累死了。换好备胎，我们就直接开车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